我虽然没钱，但是我能划水呀、啊。玩个两局撤。他们这些等级太低了。迷路可太，把塔罗牌拿着，然后找个地方开始勾起来。他还吓了我一跳，我本来想扭头拍照的，结果不小心走到客厅。不好说吗？地点谁推不到啊？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他动房间的杯子了。五级。我就知道听声音也像。他们拿了吗？没拿呀。没看到零售，他有扔东西了，好像。开奖没有？还有一分钟。想抽一奖，先藏起来，晚点再抽。有30秒，看一下。你想找我啥来着？有没有想找我啥？快说。等等，玩牌呢。我自荐了，开抽了！恭喜这五位：青瓷、紫薇行、生生读书和乌鸦。指纹啊，不对，换腰。哦，六根手指。好一个六根手指。打脸打得有点快啊！我也不知道刚刚。
玩塔罗牌吗？可以啊。那我玩喽。猎杀猎杀猎杀！啊，我去！躲了都躲了，这么牛？好像是怕怕鬼。你要幸福啊！答应我好吗？你要幸福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结束啊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还活着吗？我继续喽。我任务完成了，现身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哎呀我操！现身，没事的吧？我拿相机，猎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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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卡了。瞬移到我脸上，我他直接刷脸上，我直接记了。让我抽个复活。有没有兄弟？有鬼魂兄弟带我去啊！左边右边好了，老板你要我是鬼魂兄弟，我带他去看看爬爬鬼。老板你要去虎头鸵鸟哦，老板，你一定要活的呀！快抽个复活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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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会抽到倒吊人的吧？抽了没有？剑抽的啥？复活复活！我操 ！Yes， 我活了！我醉了，真复活了！还好我死得晚，不然还活不了。我醉了，笑死我了！兄弟，我很抱歉，死的比你晚，我很抱歉。我死得早，活不了。快跑！快跑！
我们先走了。卷钱跑路了。投机做人的感觉也太好了。二十七块，血亏。还好我不是老板，我是打工仔，我是。白是最好玩的，其他的土豆植物都无聊得很。找通灵板吧。通灵板，通灵板，电打开了。我要玩，受不了了。好吗？啊？啥玩意？你在哪？你在哪 ？DIDINI。好，反正我也看不到。你多大了？完了，急了。啊！啊！不是我没走呀，我没走不能喊再见的，要走的话再喊再见。真的假的？女鬼不能问年龄吗？还有这种事？不能反正。还有活着的吗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为什么？我不是喊。还没问完，他就开始杀我了呀！对呀、啊，难道是不能问他多大吗？变凶啊！对啊，不应该呀、啊！我也没走，我也还没说拜拜呢，要不溜了吧？你问的时间太长了。还有这种事？
现在怎么说，做任务还是撤？这把鬼推测出来吧，感觉像恶魔吧。老板是死了吗？你说我死了。这鬼太顶了，我要派队友赚钱。我记得他炸了个灯，炸了哪里的出一万应该是他裂了。哇！弹幕点太慢。网卡。网卡你信吗？他那个狗会放枪还是放慢的？慢，挺慢的。挺慢的。正常，正常，先慢一点点吧。不是我好卡呀、啊！看到没？这走路一顿一顿的，他直接瞬移到我脸上，直接把我嘎了，脖子一扭。情况不对，赶紧撤离。他要撤退了。他没有证据啊，关键是。赤鬼，赤鬼跑的也没这么慢过呀。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啥鬼啊，一个证据都没有，不管了，不选了。开摆，没有证据。提我倒不必，自己人，这又不是我的锅，肯定是有人没喊拜拜。玩通灵板旁边最好不要有其他人，有其他人就提。打开了，哎，这个图的刷点我好像不知道，哎，完了，尬住了。他在躲，一楼的。嗯，他我拍到什么东西了？闹鬼魔镜，骨头。哦，这里把我放。
有灵球，也没腐朽。那我再去看一眼，我看到一个马桶。那可能是二楼的。马桶只有二楼呀，二楼这个里面。哦，那个马桶旁边有。二楼那个，二楼里边。那里没马桶，要么就是。好的呢，马桶姐姐。你是不是我正在看？啊，这样。就是这。哦，是这里，那没事了。拍照十字架，六鬼。首先排除我六鬼，这太卡了，我溜不了。一会儿就嘎了。哎，二楼楼道里有灵球。让我再去看一眼。放摄像机。哦，去门口了，去门口了。OK。写笔记，好兄弟，快写笔记。瞅一眼，看有没有点阵。这房间好卡呀。我才要开裂了。我知道这个地方能躲。要幸福，要开心哦。老板没有卡吧？我操！谁算去开裂这么恐怖，有人嘎了。那鬼开裂的时候直接照脸上吼。好，点阵。
赚一赚队友的钱。我进啦！谁是？我也嘎了。跑这了。应该是幻影。嘎了的那个兄弟呢？老板，老板去了。幽灵。老板跑了，老板死了两次，心态崩了。干嘛呀？我满血呢，这号不要反杀吧？Welcome back. There's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老板心态崩了，崩了跑了，哎呀，太牛了。最大赢家，白嫖的。老板，猛猛击。开了，骨头也走了吗？不动。一楼的洗衣室这边动不了。找找骨头。这个图塔罗牌刷点刷哪的？门右手柜子。哦 ，OK OK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鬼房在哪？一楼洗。臀呢？啊，有点重。
指纹，那呸，也不算互动。你在这里吗？给我一个信号，你可以回应我吗？你在这里，给我一个信号，你可以回应我吗 ？Show yourself， 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在吗？你在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通灵盒。OK。300元吧。不是魅影。鬼会回话的呀，他有回应的，他不回你就是会有个叉，他要回你那个，他不仅会说话，然后他那个也会说，那个通灵板，那个通灵盒上面有一个鬼魂一样标志，它会亮起来，有指纹吗？等给他打开。鬼在这里，那个卡我模型了。猛猛钻，你们偷偷摸摸玩塔罗牌啦。玩吧玩吧，没有哪位，有没有哪位勇士给鬼拍个照片啊？怎么样？不是，怎么我一看三个人全不见了？看他，看他会不会消失？是啊，消失应该就是幻影。我觉得是不了是吧？消失两个，有一段时间会消失，反正闪烁的时候，下一次就不会闪烁。你看它闪烁的频率吧。OK， 凭感觉。哦、好嘞。哎，拍了。行，走吧，走。没有打火机呀、啊？来，剩一瓶药。门后。哇，他们已经进去了。嘎了！我的
相机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还有几张相册，还有三张，还可以拍三次。鬼猎杀的时候，无线电都交流不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对我嘎了。那嘎两个。那我继续抽，你要抽吗？我抽，我抽，你抽。哎呀，一人一张呗。嗯，一人一张呗。复活！我操，复活被小丑挡了。好一个小丑。现身。小丑。我怎么丢不出去啊？啊，不出去，丢不出去。倒掉。小丑。我就是小丑。开裂。谢谢小丑，不是小丑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呜，杀死我倒掉倒啊！哎，小丑，你抽吧，你抽吧，我抽。好，我两招倒掉了，我不敢抽了。我好多小丑挡。哦，我理智清零了。我操！小丑救我狗命两次。没小丑我已经死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啊！倒掉人，走吧。倒掉人，我抽了三次倒掉人，全是小丑人。我操，小丑有点多，我走吧。应该是。小怪物。留了，留了，留了，不抽。哦，老哥被关里面了。抽了三次倒吊人，哎。救了三次狗命，
还没结束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可以出来了。他现身，他现身，走吧。快！拆吧，随便拆了。妖怪啊，就是妖怪，妖怪。猛猛抓案，看我为什么菜鬼这么准呢？谢谢读书的战魂飞机，感谢感谢。哎，没有塔罗牌了，我的快乐源泉结束了。真的，办公桌，他好像在一个办公桌那里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房间。我靠！找回房找得这么快，跟着他们猛猛转就完事了。蜡烛了，太严了，倒是烧灵吧，笔记动了，看一下哦。有信号，能回我吗 ？Hello。
吗？不理我。你在这里吗？给我一点信号。他不理我。猛猛拽！也没刺骨啊。好啊，看不见地球。有灵球，有灵球吗？有啊，天上飘呢。哎，我看的时候怎么没有？有鬼！哦，确实有，天上飘呢。炫力药丸，好吗？在吗？可以回应我吗？在吗？你有事吗？可以回应我吗？在吗？回应我吗？这么安静，没啥动静。一个灵球，是不是换鬼房了？他怎么在这疯狂拉电闸呀？拉电闸？不懂，那怕电闸吧。是不是少？哦，不是少林，少林已经没有了。这鬼不说话呀、啊。急啊！锅盖我就两个，你们接一下。不如你。你在这儿吗？给我一个信号。你可以回应我吗 ？Show yourself。给我一个回应，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可以猎杀我吗？你友善吗？你多大了？哦，那是我收音机收的声音。女妖吗？
求指纹验证。收音机好像能收到他声音了。有，当然这不是你摇的声音。姐，come on！这里啥了？笔记他也不写啊，什么鬼啊？看看点阵。有人嘎了，有人嘎了。谁嘎了？哎，有指纹。换腰。迅速逃离。某某炫。哎呀，猜得这么准，一猜一个准。陈天，他不来了吗？他在上吧。萌
猛转，再转，接着转。你没有塔罗牌，你找通灵板呀？没有通灵板，你不会召唤阵吧？我问鬼房了，问吧，我先躲起来。你在哪？多大了？四十。再见。别问你在哪，你该问你在哪好吧。他那个单词怎么拼来着 ？GRE 开头的。好了吗？送走了，送走了，再见了都。在，他在卧室。真的玩的。那我有点害怕。他在卧室。这卧室负零七度。这里我看见了。啊。看见了。绿色的卧室。哦，那这里就是了。上次玩通灵板把他们搞死了，这次害怕了都。主要是我这有延迟，我得提前问他那个单词给的都有延迟的。哎，这里为什么上不去？Are you here? Hear yourself? 在这里吗？能回应我吗？吃了吗？没事出来吃我呀！出来吃我啊 ！Hello hello。刺骨。把我吃掉。Hello, motherfucker, 多大了？多大了？卫生间门口有脚印。开鬼照，脑到底去。在吗？在吗？
可以给个信号吗？好多脚印啊！给我打叉了。写笔记了。写书了。哎呀，这一个恶魔一个亡魂，他妈吓死人的呢。这样吧，两个搬过来。我这把当怂狗了，我走了。他妈一个恶魔一个亡魂。先平腰。怎么没有打火机呢？应该不是恶魔了，恶魔应该已经开裂了。看影那就不用虚的呀。我只是猜的。我去车上等他们，我直接彻底蹲。我在车上等着他们的好消息，我顺便吃点薯片。主要是这把的，这三个太搞了，恶魔和亡魂，两个最凶的，特别是亡魂，猎杀时直接秒人，恶魔应该不是，应该是亡魂了。边吃边看，看戏。孩子书上写的什么？猎手。回家看。哎，他在打盐了，我刚上。哎，他的足迹。房间。应该是亡魂吧，暗影的话出不来呀。这暖气
啊，特意找了个人。啥鬼啊？他在哪？就门口右边的快。哥。动门。六鬼啊！我不一定能活，但是可以试试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还没进去呢。看能不能拍轨道吧。刚走到门口。哎呀，我们四个真厉害！同你妈睡了，走吧走吧，睡觉去了。肯定不是亡魂，亡魂的话他应该肯定嘎了，我就知道。差不多的，你撤了。猛猛转。